大家好，我是金色承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，就是孩子有时候可以帮你一起来做米饭。第一步就是把米饭浸在水里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，因为小孩子喜欢玩水也喜欢玩米，这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感触的活动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让孩子一起帮你去做一些家务，这些家务就可以帮助孩子知道做家务的重要性，同时也可以帮助他的动手能力。你的米要洗三铺，知道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然后我们把水倒掉，我们会再放。好，然后这是第一次，然后我们再会第二次。好，对，就第二次洗米。你看看水要倒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就关掉，然后再手进去再捏捏米。对，把拉稀洗一洗，再捏捏好吗？再用力捏捏米。对，好，今天就是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活动，让你的小孩子帮你一起做家务吧。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